这次的影片会有点闷，但是为了你们，我还是剪出来给你们看。什么？我是奔喜摩多啊。嗨 ，Good morning， 大家。现在是早上10点了，那。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？那我先介绍我自己，你好，我是红，再一次的回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我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就是，我想拍一下这个疯狂之地，太闲了，玩到自闭啊，然后要剃一下胡子，哇，颓废到我的胡子都出来了。那现在是10点21分。太累了，一个晚上都没有睡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摩托，一个摩托车。那我也大概差不多是2年前还是3年前买了一辆我自己。自己最喜欢的摩托，然后这个是属于我的摩托，那我要把今天就要来拍一下，我把它洗白白。那先让我去剃一下胡子，太脏了我的胡子。那现在要去洗一下东西，哇，好帅。这个就是我的心爱的摩托车，那我要把它洗白白。OK， 好，现在来到最后一个环节，看到这些镜子吗？看到这些镜子吗？这些要涂上牙膏，然后不要给它防止起雾，就是这样子，简简单单。
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洗好了，然后就要抹干它。OK， 现在洗完了，然后我们要等它干，然后就可以拍一个帅帅的照，我们就等它干了。